晚安，晚安，我在要发文的影片，等我再快好了，快好了，真的，再给我一下下。怎么办？那个颜色就很奇怪，我现在非常的有障碍，还是就让它这样子了。突然想到要发文了，这个是它的颜色就很奇怪啊！为什么我是拍那个？拍荧幕，所以颜色不是很好看，还是就让它这样有点灰灰的。困难呢，这都这样，没关系啊，不用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手指头很痒？嘛，就这样，不管。谢谢吉米周的带你去流浪，还好不是猴娘，就这样，这个地方痒痒的。嗨，好啦，好久没有发文，我来看一下上次是什么时候，4月27号，今天几号了？今天几号？好痒，好想痒。今天12号。我先传一些些，就是那个三写真的部分。这样子，大家要小心哦，因为我照片调得很亮，所以那个眼睛可能会有点痛，你们自己小心。把那个照片调得有点亮哦，你要小心一下。手指头很痒，怎么办？看来是这样吧，我的那个文章不重要嘛。Okay. 对吗？ Okay. 来了来了。5秒前。很像在干嘛？可是这为什么很痒？搓，你看很可爱吗？是蓝色跟粉红色，这个是渐层的。很痒，你看这个很可爱欸，对焦啊，没有忘了，很可爱，这个也会亮亮的，我一直在想要做什么颜色，然后我想说一秒一秒约好的衣服是蓝色的，但我的衣服很多是粉红色的，我就说可不可以两个都有，然后都淡淡的这样子，就变这样。
蓝色很可爱，淡淡的，粉红色也淡淡的。谢谢卡比兽的啾啾礼物，高一点，请好好保护它的。握手会应该没有问题，握手会应该可以。请大家握手会不要抠我的指甲，我会杀了你。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你的偶像用词很凶猛。可以啦，可以吧，还是那个酒精接触太多会剥落这样子。线上可以抠指甲，请问线上要怎么抠？8点左右再上来，拜拜，加油。谢谢科技语的带你去流浪，带我去流浪，现在只能在家里流浪。被抓着，对，正常来说你应该要被我抓着，只想着撑到握手会。这个通常顶多要撑个一个月才对得起自己吧。一个礼拜都撑不到，会有点对，有点难过。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样，不会动我的指甲。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戳戳你。刚刚你有看诗雅的 YouTube 直播吗？我根本不知道他有 YouTube 直播，是几点的事？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他也没有说他要直播啊。这个指甲油就不能抓，对。6点半，我不知道他要直播啊，他直播晚了。6点半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有跟随频道吗？我有跟随频道啊 ，YouTube 对不对？我有订阅 AKB48 TPA。哦，有了，三分钟前。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3分钟前我有订阅，我真的有订阅。为什么 Mina 在？请问 Mina 为什么在那里？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可以再看一次，刚好看到进去客串。今天为什么Mina 在？没开启小铃，我没有开启小铃铛吗？我没有开启吗？下山顺便，啊，你说他就没有回家了，是不是？他就是待在公司。我来看看，Mina负责换衣服，暂时。他们有换衣服、哦，有啊，这样是有开耶，有吧？我这里是这个耶，应该是有开吧？只是他没有跳通知啊，还是我删掉了？没有跳通知啊 ，YouTube 没有跳通知，没有开吧？这样是有开吧，对吧？但是他没有跳，还是我删掉了，忘记了耶。有这种事吗？36分钟前，我来看看哦。可能你开浪了吧？就是我1个小时前的通知都还在，就是没有 YouTube， 就是没有 YouTube 的通知啊。iPhone 的通知关闭，可能有吧，可能有跳，只是删掉了，删掉了，没关系，陈思雅会原谅我，他什么大胸膛，心胸宽大，他会原谅我的。我要干嘛来着？我又忘记了，我打开我的备忘录要做什么？
看一下。去忙走了，拜拜。做个东西，哎，记录个东西，等一下，帮我等一下，下一秒我就会忘记，现在要马上记。等一下，我现在没办法，我现在没办法一心二用，我怕我会写错。OK， 好了，看一下哦。他不原谅你就完了，他不原谅我也是没有关系啊。什么东西？之前全部穿过的20套服、23套服，让重新拍的神奇，好厉害哦！很厉害。你也要戴有刺的口罩吗？没有关系。谢谢数字家的行李箱，行李箱。哎呀，我的食指要烂掉了！今天声音怎么哑哑的？哪个部分？我觉得我今天还声音有提高了一些的说，你竟然说我哑哑的。我想想啊，是不是平常都这个样子讲？这样子吗？大概要这样子讲吗？我已经忘记了，刚起床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的。谢谢落日笑笑的阿雷热锅。今天好有磁性，今天有比较高吧，对吧？对，因为我有时候你知道还没有开嗓的话，我讲话都是出不来，声音会出不来，懂吗？就是会，对。今天你生日，生日快乐！等一下，你再教我一次你的名字怎么念，我又忘记了。你这样是不是很想抠掉美甲一直痒？不是，它是痒在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关节的地方。谢谢阿俊的 kiss 啾啾，今天声音好高吗？我觉得很高，我现在觉得很高。我现在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那个声音的用力的地方在哪里，不然的话我每次都很有困扰，那个第一句话人家听不到。今天比较大声对吧？我现在觉得很大声，我现在觉得应该整个房间都听得到我在讲话。接下来有几种颜色？3种啊，是吗？渐层算一种吗？渐层一种，淡粉是一种，这个是另外一种，所以应该是3种。谢谢数字家的就是你哦。对，我的困扰就是我每次讲话的第一声都很出不来。就是讲话请问是哪里要用力啊？谢谢 CKUNK 的啾啾你哦。今天去做什么？这是昨天第一句话不都是夜开什么？你说我直播第一句话是夜吗？我直播的第一句话不是都是晚安吗？抓不到 key， 丹田，要给你念法吗？请问要中文念法还是日文念？中文你打注音我也看得懂，我是台湾人，我会注音。用心电感应交流，丹田，就是请问讲话肚子需要用力吗？可是感觉不会肚子不会用力，就是那个喉咙的某个地方要用力，是不是？嗨嗨嗨，你看可以双语化。谢谢小林的夜空流星。对，讲话是不是要中气十足才不会有沙沙的感觉？就是如果要用力不用力就会有那个沙沙的感觉。谢谢林狗的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好难念哦。今天难得音乐不用开最大，醉吧。要大声是要肚子用力，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我讲话
声音很小声，然后就会有点出不来的感觉，然后一定要先看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开，你知道吗？第一句话不是重要的事就好，是嘴巴吗？平常嘴巴比较没有在动。谢谢数据家的陪你看烟火，陪我看烟火。你开到最大了，请问你的手机是怎么了？有精神的铃声，听声音听起来会看起来很好。乒乒 ，p i n 乒乒乒，是这样念吗？有，请问有音调吗？还是就乒乒乒乒这样平的？你也是最大，今天只开六成的音量，真的假的？那你们都怎么看其他人直播？请问其他人直播？就是比我再大一声一点吗？对哦，平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外面雨声的，外面真的雨声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外面雨声很大的话，你从这边就可以听得到。SH 过来看的 TP 你好，请问那个字念无吗？还是不是无？那个字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BGM 没有再看其他人，今天音量真的比较大。有，我发誓有。其他开一半就好，不止一些程度的，是为什么？请问他们是用什么音量？你说我今天的音量没有到他们的音量吗？我今天的音量是他们比较低的声音吗？无对吧？是吗？平常要用耳机听，今天不用，好累哦。觉得他们很厉害，每个成员都要问一次。已经习惯为你特别调音量了，声音差不多跟他们平常一样。请问他们平常是有多大声，才有办法这样一直讲话下去？看一秒一秒约好，好元气啊！谢谢你的存在。我大概只有跳一秒一秒约好比较有元气，只有面的70%。平常都用喉咙，没有用肚子用力吧？我如果用肚子用力，你就会发现我讲话会一直这样，就是它不会有一个平衡。就是它要怎么维持在那个一直很大的声音，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看的人叫蔡雅恩。这样很快就累了，就是我没有办法，会有点忽大忽小，会忽大忽小，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肚子。不会累吗？不会累吗？姑且我现在还没有觉得喉咙痛，等一下太累想睡觉，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想睡觉，拜托好吗？这样很容易烧声嘛，声带要憋住。声带要憋住，不就是会长这个样子？没办法控制你的肚子，它越来越大，那个可能跟声音不太有关系。明天要早起，不是明天要早起，是我今天太晚睡觉，然后我也没有睡满，所以我觉得我差不多要把时差调回来。谢谢卡比兽的戳戳你哦，戳戳你哦。明天早上，大家猜猜我今天几点睡觉？今天几点睡觉？现在时差几个小时？我现在大概是美国时间。很棒，早上7点，我今天早上7点睡。然后我1点多就起来，然后头很痛，因为我没有睡饱，我头很痛。我昨天大早上7点的时候想说啊，头很痛，不要睡觉，该睡觉了。然后就睡，然后因为早上下雨，
下雨真的很吵，然后外面就很吵，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外面的衣服到底要不要起来收，然后我到最后我都没有起来收，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雨声，真的是很吵很吵很吵，然后我出完就有 LINE， 然后就起来看 LINE， 起来看 LINE， 然后看着 LINE 我就醒了。谢谢五七的小鸡蹦蹦，十个小时变成五小时，这样受得了？我受不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很嗨，是不是？嗯，下巴的是痘痘吗？你说哪个地方？这个吗？这个啊，这个应该是痘痘，这个是痣，没有了。你说这个有点红红的，是痘痘。身体会抗拒不习惯的作息，对，我现在头很痛，而且我到现在喝了奶茶，就是我今天一日到现在的唯一进食是奶茶。痘痘，看看我的痘痘，可是我的痘痘不是那种很大颗。嗨起来，所以我现在。现在头很，现在脑袋怪怪的，因为就是有点没有睡饱，没有睡饱，脑袋怪怪，很累的也会睡不饱。现在有痘痘奇怪，这个是痘痘，然后这边其实有一颗，只是昨天晚上它出来，今天早上它就不见了，所以才这么大声吗？可能是哦，你不觉得现在看起来很像喝酒醉？现在很嗨，还是那个茶有什么咖啡因？奶茶有咖啡因，没睡饱的亢奋状态，对吧？就是有点像脑袋乖乖，做什么弄到早上七点才睡。下礼拜，等一下，今天礼拜四，下礼拜二是几号来着？下礼拜三，嗯。下礼拜三会发个东西，所以下礼拜三的时候会弄。你的眼睛有点迷惘，真的是这样子吗？嗯，有点呛，不会有起床气吗？我吗？你说早上被赖吵醒会有起床气吗？不会，我会醒来然后立马关掉。上个月的吗？这么快？马修的跟单吗？这个月不是，这个月不是法兰森吗？阿嘞嘞！谢谢热锅，请好好组织你的语言。下周三几号来着？5月18。看一下，看一下。双眼皮会渐渐出来，可是我今天没有上次肿肿，上次肿肿。念书下礼拜才可以去握手，念书加油！下礼拜三，下礼拜三，反正下礼拜三要发个什么东东，所以昨天就是很闲，昨天就是真的是搞一个东西搞很久，就是我在修照片，然后因为我想要画那个照片的图，就是我想要画图在照片上面。这不你们抽到合照吗？十八号要出来是不是？对，我就是把在照片上面画图，然后我就用那个美图秀秀，大家知道美图秀秀，然后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叫做，就是很像画笔的东西，然后我就要在那个照片上面画一些东西，对吗？我就是要画一些东西，然后我大概画了5次，然后我有5次都按在最后按了叉叉，然后它就全部都没有存到，然后我就想说，我大概反复了这件事情大概5次5-6次左右，就是通常都是画到最后的时候，我的手指会失控去按到那个叉叉，我也不是很懂我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就会很崩溃。等白话了。而且不是刚开头，是我这也是这样画，这边很好，好不容易这个什么都画好，然后满满的，然后在那个画笔跟橡皮擦
之间我可能画了叉叉，然后我的左手就会去点那个叉叉，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我就想说我决定没有自动锁成功，没有自动锁成功的，因为那个不是绘画软体，它就是一个修图软体，然后它也就是储存之后就没办法回去，就没办法修改，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先画一点点，然后就先跳出去先储存然后再回来，因为它至少它可以返回上一步，如果你有先跳出去的话。然后我就重复了这件事情大概五六次，然后我画一个大概可能就弄很久，然后就这样重复了六次，全部都按叉叉，然后我就觉得很白痴，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到后面我最后一次哦，我真的是快成功了，我真的快成功了，然后我的左手又去点了那个叉叉，但是我还没放开，我就想这是叉叉，然后这样划掉放开，不然的话我就要再重画一次。我想说请问我的左手是来乱的，就是还在这样哼，然后叉叉用平板，对，我用平板，就是他已经在那个叉叉上面了，他已经在叉叉上面，我想不行不行，这个放掉我就会再重来一次，默默的小心的划掉又拿回来，对，然后我就很崩溃，反正我昨天就弄到早上七点，我就弄到早上七点，看你这样被自己搞死。就是怎么说，因为我想要用那个画笔，只是我的绘画程式没有那个笔刷，我想要用那个笔刷，但我弄不出那个笔刷，所以我就只好放弃，我就去美图秀秀用那个笔刷。其实我中间有想要回去我的绘图软体，试图想要伸出一个很像那个笔刷的笔刷，但我发现我伸不出来，所以我就放弃，因为在那边弄很久，怎么弄都不像。什么软体？还有美图秀秀，我照给你看。啊啦啦，不是这个，这是哔哩哔哩。美图秀秀，等一下，返回。啊！不要储存超高。天水不用找。涂鸦笔里面有一个这个白色发光笔，白色发光笔。然后我现在用随便一个简单的，我就比如说我现在用马克笔，随便找一个颜色，就这样。我不是画了这样吗？我画了这样子。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叉叉吗？我就是会按这个橡皮擦，然后这样擦掉。然后我要换回去，我要换回去笔的时候，我就点叉叉，然后它就会跳回去。跳回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了，绝望的颜色，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会再点进去涂鸦笔，然后再点开一次，然后就是这样，噔噔噔噔，然后我就这样认命，我就重新画一次，这样，重新画一次，这样我这样。还这样放大，这样画好之后，我就会这样，点那个叉叉，然后它就回到主页，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大概这样看了这个画面，大概十次。我真的是，他说还是不要画了，然后。我就想要去升那个，因为我假如说我去用绘图软体的话，它就有那个这样返回，跟它会及时存档，就是不会有那个问题。但是因为我用的是美图秀秀，它就得画完的时候，而且它不会给你一个新的图层，你出去了它就是直接粘死在你那个照片上，你也没办法重新去改那个图层，就是麻烦，会一直失望。那个插感就很容易按到，就是那个叉放在那边，我就很想去按它，然后它又有一个很大的叉叉，然后到后面真的是快死掉了，对，
可能快五六点的时候，我还在那边奋斗。谢谢 OK 的，求求你哦。你们直接换一个软体，但我的重点就是我想要那个画笔，我就是想要用那个画笔，那我就得用。对，然后因为你知道我画完，我就不记得我刚刚画了什么，就大概知道好像有画什么东西，所以我画了大概六次，有六次我都画了不一样的东西，就它位置都不太一样。后面我就放弃了，放弃了。第一次用那个画笔吗？我很久没有用那个美图秀秀的画笔，我觉得很难用。我觉得很难用，所以我又没有用，呵呵呵。最后七点，没有，大概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我应该是六点多的时候，六点半的时候大概弄完，然后七点的时候躺在床上。开到会员有没有自动储存功能？应该是没有。估计他就是没有分开那个图层，我觉得很不方便，很不方便。45路差不多，早知道就不用那个东西了，早知道就不用那个画笔，我就不要执着用那个画笔，就放弃，早点放弃就好。自己搞自己很困扰，我真的是弄到早上很崩溃，没有想到我会搞这么久，我真的是已经决定过要早点睡觉的时候就是默默的就七点，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手按在荧幕上睡着都算你厉害，我不可能会画到一半睡着，我不是会画到一半睡着的人，我是会死命的盯在那边，到一个阶段我才会停下来，因为我每次都会怕我弄到一半我就会忘记我弄到哪里。对，那在逛美食，逛美食是还好，最近比较少逛美食，因为也不太会出去吃饭，就不会不太会逛。嗯，那是会看影片看到睡着吗？也没有看影片的特别。就很崩溃，崩溃，太崩溃了。心怀感激的看，结果根本不会用到那张图。结果根本不会用到那张图。不会，我应该还是姑且会放一下它，就算我没有要用到，我也会姑且把它放到现实动态。我的心血应该要放到现实动态，即使它没有留在我的版面上，我也要把它放到现实动态。对，因为我跟你说，我实在画了太多版本，我自己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我就先姑且我存了超多版本。听一下 AKB48 的歌，不过我昨天真的是超安静的，我没有任何背景音乐 ，BGM。小孩子才做选择，然后我要说，我从上次直播说我要买一些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买，我的化妆水还没有买。但是我买了花茶，很伟大吧？没有，还没有买。
卸妆的跟化妆水。绑定，绑定真的是，上次的牛肉卷就是拿去微波然后吃掉，花茶代化妆水，因为花茶没了，我的冰箱是真的没有任何可以喝的东西。跟花茶一起网购，我真的试图要用花茶网购试看看的，但是我发现没有，我发现找不到啊！你说那个 Uber Eats 没有那个东西，还是你说的是宅配？或妈妈改？唯一的水分来源超重要。虾皮有没有要选生鲜？有啊，我有点那个，我真的有点开它。外送服务有外送服务，就是它里面的选项好像也没有到，就是全联的所有东西，就是它都只有一点点。比如说它牛奶，明明去看的话有很多牌子，只是实际上打开它就只有一点点。实际上打开它就只有几个选项这样子，太重的不送，也没有吧。它倒是那种家庭号那种正方形的很大罐的牛奶，然后反而那个纸盒的长长的比较少。要几箱？你发现你渐渐在调高音量，是熟悉的铃音。我现在已经回到我没有在用力，我就没有在用力。我现在就是日常的这样气从喉咙出来，我没有任何用我的胃的力，喉咙也没有任何在出力。续航力很差，续航力。滞销的要先买掉。而且什么东西都很小。耳机戴起来了，有这么严重吗？终于要买了，差不多进到那个可以开始休息的阶段。现在正常的音量，开启省电模式。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每次都会想说要不要开那个什么 Q&A 的那个功能在现实动态，我每次都会忘记。对，熟悉的感觉。下午一样很亢奋吗？我最近都是下午，也没有下午的时候都蛮那个的。很安静，你开 Q&A 一堆怪问题，就是好像都是那种回答过的东西，就是没有什么新鲜感，没有什么新鲜感啊，所以我就想说，那反正你们生不出什么问题，就算了。怪问题你也不会回啊？对啊，就是你们的种类，就感觉你们已经尽力了，你们想不出任何问题。对，还是你们就去上网找那些那种 Q&A 的那种奇怪的表格，然后从上面抄几个问的，也只能做这种事了吧。排队买快筛吗？我没有去排队买快筛，而且我家里其实有，应该还剩三四个快筛吧。因为我以前很久以前买了一次，感觉是去年的时候，忘记了，反正我就买了，有一次我就买了，反正就一直放在那里。脑筋急转弯，不会，我最不擅长脑筋急转弯了。脑筋急转弯对我来说就是跟冷笑话是一样的问题。问题可能很怪。
连走出去都。好了，现在大家打开 Google， 请问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奇怪，快问快答，这个是没有关系，我是没有很想回答这个。谁会想吃咖喱味的大便？开始 diss 粉丝，那我吃这么久没看到你们，也没有什么好 diss 的部分啦、啊。残酷二选一，残酷二选一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他的残酷二选一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有趣的，网络上的。最近最有兴趣的事情，好难哦，都要问我这种好困难的事情。我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内涵，所以没有什么最近有兴趣的事。二手换服装决定就好，当然早就，对，早就决定好了，不能改。没什么残酷的，就是知道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子。看啥剧啥动画？没有。我想要申论，我想要可以直接简答的题目。礼拜有几天睡到十二小时？其实我没有算过哎。有时候好像都没有到十个小时，因为我早上六点睡，我不可能睡到晚上六点，所以就没有，应该都没有十个小时。没办法聊了，我就是一个难聊天的人啊。什么叫做我不要啊？跟零一什么新型病毒口白？喜欢猫跟狗都可爱又乖的话，都喜欢。都晚上开，什么问题都不用回答了吧？就说很困难，谢谢法师，就是你哦，我是难聊，我是真的难聊啊，所以我都很羡慕那个很会延伸话题的人。看很多 Rave， 其实 Rave 我觉得很怎么说，就是都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无聊的。我看到的东西都差不多，而且音乐也都差不多。TikTok。比较好看，长高十分钟还是变矮十公分，差不多。下次出外景想去哪里玩？下次出外景想去哪里玩？不要在山上，不要在荒郊野外的地方。想去日本，请让我去日本。你是木头，什么意思？喜欢下雨天还是晴天？晴天呢、啊？下雨天很麻烦，还要撑伞，还要带雨伞。有虫的地方，干净的地方就好。不想抓蝌蚪了吗？蝌蚪也不会想一直抓吧？有谁会想要每天都去抓蝌蚪？你就突然现在为了蝌蚪而出去抓吗？好像没有一个问题直接回答。去日 K 吗？通常只有阿贝桑找我，我才会去日 K， 我自己不会想去日 K。 真的看蝌蚪看，我觉得二十分钟有点太夸张，应该没有到二十分钟。他们这次看萤火虫，你有特别想看啥吗？你说昆虫吗？我有特别想看啥吗？特别想看啥？特别想看啥？生物，特别想看的生物，特别想看的生物。蜥蜴，想看的生物，不知道，没有想法。都市上。长时间在日本住，想去东京、京都还是北海道？东京，蜥蜴好特别。那蜥蜴那种，不知道啊。就最近觉得蜥蜴蛮可爱的，你不觉得蜥蜴跟壁虎长得很像吗？
喜欢的季节，冬天，但冬天有时候很冷，会有点就是会一直抖。秋天，看过真的蜥蜴吗？应该是没有看过，可能有，但是我不记得。鳄鱼也很像，鳄鱼不可爱耶，鳄鱼有点太大只。壁虎可以帮你吃蟑螂，我的房间没有壁虎，壁虎要不要出来？鸭子，超大只，宜兰应该蛮多，宜兰真的很多壁虎耶，我以前家里真的很多壁虎，我都会跟他 say hi， 因为他每次都会出来散步。喜欢拉牙吗？没有特别喜欢。蝌蚪长大了还敢穿吗？应该是不敢，因为青蛙通常长得很恶心，除非它长得比较可爱。去宜兰抓几只过来台北养。没被我才代表你房间没蟑螂，为什么？喜欢蓝牙，没有特别喜欢蓝牙。双脚站立走的壁虎没有，养了久久之后应该壁虎少很多。完全不怕蝌蚪。蝌蚪因为看不太到它长怎样，我只知道它就是黑黑的，黑黑的。抓过昆虫，听说它有抓过小鸟。会怕蟑螂？会啊，我前几天知道了林依云是敢打蟑螂的人，所以我找到一个 TP 现在敢打蟑螂的人，叫做林依云。蜥蜴，没有，我只是看到那个蜥蜴脱皮好像很酷，脱皮。以后看到 Aki 了，带一个成员要带谁？带林依云，下次叫你。很厉害，但他说他怕蝴蝶，我就不是很懂。我觉得蟑螂比较可怕。他说壁虎也很可怕，我说壁虎，蟑螂比较可怕。蟑螂明明就长得这么丑，他怎么会觉得蟑螂不可怕？他说他看不到脸。我说绝对是壁虎比蟑螂好一点吧。我见很多人都怕。我说我不怕蝴蝶，蝴蝶还对我来讲还好，但我比较怕蜻蜓。他说蜻蜓他还好，我说蜻蜓比较可怕吧，蜻蜓会。飞很快，然后会用冲的，然后它很大只，感觉打到会很痛。他说：“对啊，打到很痛。”说被蜻蜓撞到会崩溃，你知道吗？他说被蝴蝶朝他飞过来，他比较害怕。我说蝴蝶飞过来的速度跟蜻蜓飞过来，一定是蜻蜓比较可怕吧？反正他就是觉得蝴蝶比较可怕。共同吧。我就说蜻蜓超恶心的，蜻蜓真的是世界无敌恶心。我说我以前学校，我高中的蜻蜓真的是多到个炸掉。那个夏天的时候，在操场招会的时候，真的是会死亡，你知道吗？因为真的是超多蜻蜓，而且他们都会低空飞过，然后飞超快，然后就是拜托不要过来。骑车撞到蜻蜓超痛，蜻蜓真的是很痛，它真的是很像智障。请问他干嘛要一直去撞人？你喝太多水了，很怕会冲刺的虫子，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虫子，很可怕。还把蜻蜓的翅膀拔掉，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很厉害。
会飞的龙。有情侣表示环境很好，但是我不是很希望。我真的是，我以前依然就是高中的时候，操场真的是世界都蜻蜓，所以体育课有时候要去操场的时候，又是夏天，我就很崩溃，就是看到很多蜻蜓在操场上面飞来飞去，然后大家又在那边运动的时候，就觉得随时都会撞到那个蜻蜓的感觉。台北没什么蜻蜓，跟台北真的是没有蜻蜓，我超久没有看到蜻蜓。蜻蜓跟蟑螂会选哪个？蜻蜓，因为蜻蜓不会在家里出现，蜻蜓的范围很少，蟑螂的范围很广，所以当然是先选蜻蜓。要不要打？不要，我现在在外面很困扰，而且我觉得用电视看会比较大，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小荧幕。停车发现安全帽上面都是小虫虫，小虫虫。好，你慢慢聊蜻蜓，你可以先跟秋萍涵玩。不会在家里很重要。不要被鸟撞，鸟被鸟撞跟被蜻蜓撞，我宁愿被鸟撞。应该是崩溃吧？崩溃吗？应该是还好。但我觉得我怕的东西应该已经算还好了吧？至少我不会怕麻雀，不会怕麻雀。不会怕燕子，不会怕鸽子。是不是要吓跑切好毛毛虫？毛毛虫，因为毛毛虫在地上爬，我就会觉得还好，而且毛毛虫通常爬很慢，但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它就是很有几率会在身上，我不允许他在我的身上。因为虫一直撞你，超烦，真的是很烦。尤其是那种小小的蚊子，毛毛虫的台语，毛毛虫的台语，不知道，可能知道只是我忘记。讨厌高速移动的时候。真的是讨厌高速移动，因为高速移动的生物你很难反应，怎么反应不到？蓝雀，它会扒人家头。我比较好奇，就是那种老鹰会抢人家的食物的那种，很酷呀！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画面，我很好奇会不会发生。宜兰的印象只有小黑蚊好笑。宜兰的印象，我真的觉得宜兰的蚊子不怕杀虫，不怕防蚊液。撞进安全帽里真的是崩溃，真的很崩溃。他卡在，他迷路了，他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了，为什么又每次都会聊到虫子，就会一直在聊虫子？请问是为什么？高速移动。晚上好。还是我应该要问你们问题。现在要保重身体哦。我姑且现在是蛮正常，除了我有点长期空腹，所以我现在肚子一直在叫。我现在留言全部都是昆虫跟动物，哎，这种生态区、生态直播、生态直播。换个话题，例如你，你看，你看，他一直在叫，还没吃晚餐，对。一直都看不到的生态直播，生物学家，我超不生物学家的好不好？查
长期空腹去拿点零食来吃吧。零食哦，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零食这个选项，忘记了。该吃点东西了，思考一下。起司球吗？起司球？真没有起司球。冰箱的泡芙，把泡芙还没有丢掉，泡芙还没有丢掉。零食课有没有更新过？有，姑且是还有零食啊，还是我下去拿一包，我不知道拿什么。牛肉卷，牛肉卷不在了，不在了。鸡酒给晨晨了，对对对，都给晨晨了。衣柜修好了，衣柜还没有修，那我随便去升了一个。大家有听到我膝盖声音吗？真的很吵。OK， 口鲤鱼鳍板，我先看一下赏味期限，它9月02号，我的膝盖根本是膝盖界的面面，我的膝盖真的是世界无敌之长。我最喜欢的零食就是盐味，这个很好吃，没有什么味道。五货红茶巧克力好像很厉害，有吃过吗？我吃过一次，它很酷哎，就是它好像说炸过的巧克力。哪种海苔好吃？不会油油的那种海苔。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这个饼干，汤鸡买的，没有错。午后红茶巧克力，但那个对我来说有点太甜。海苔有油的吗？有那种麻油口味，就很油油亮亮薄薄的，吃完手会很油的那种。没麦克风，你会不会把零食当正餐？会。你也觉得有点，就觉得那个，但我觉得那个巧克力如果拿去冰，应该会差不多好吃，因为冰了之后甜度会下降一点，应该会刚刚好吧。真的很油。今天就这餐，我也想不到吃什么。吃完该睡，看你这样吃都不会胖，因为我超不健康的，居然这一包也不会比我的那个基础代谢量还要高。躺平睡觉。高盐高油，我有高盐高油吗？今天这餐是第三，对啊，我不是说我今天到现在的唯一的进食是奶茶，奶茶，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食物。
烟味，对，烟味。但是盐酥鸡怎么说？盐酥鸡真的很好吃，就不是这样，这有高油吗？像我昨天也有吃到薯条，我这个礼拜是素食，素食日，素食周。奶茶谁送来的？阿贝生。你只要看到我喝酥嘛，通常都是阿贝生，因为我自己不会去买酥嘛。所以也只有吃这杯奶茶，嗯，没有错。成分油有多少？请问它会写油吗？脂肪吗？25.3公克。菜要增重也很不容易，那就是所谓的什么186断食，是不是？100克有25.3，100克有32.4。超马是阿贝桑的爱点，对，阿贝桑世界爱喝超马。168断食，嗯，没有186这个说法吗？只吃一餐的话就是231，因为你进食只有一个小时，欸，很容易就186。861是什么？好像是168，那168很简单吗？八就等于我醒来的时间差不多。只是按照进食时间给了小时，昨天晚餐几点吃？昨天在干嘛来着？昨天我现在干嘛来着？四点晚餐啊，4点第一餐。日本のお菓子ありますか？日本のお菓子。なんでも。これも美味しい。なワーズ給、そのワーズ。OK、ちゃん。今天最近有开发什么新兴趣或新的打发时间方法？都是反馈。我最近很想学会倒立。饼干和面包，你选什么？饼干。超越期望吗？没有，真的是世界不会用两只手玩。玩俄罗斯方块，倒立。没有，因为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做得到，但我现在都做不到。你会后空翻吗？不会啊。
眼泪就不会流下，还是会流下。我是欢快会吗？会啊，只是不快而已。一直想玩二那个，用那个键盘的上下左右，所以只有右手在动。然后不是按空白键，它就直掉下来吗？可是现在是不是 FB 的那个已经没了？那个俄罗斯方块已经结束了，那应该是我国小跟国中的乐趣、欸。对头，对对对。I don't freestyle，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嘿嘿，你说要玩开心农场，比起开心农场，水族箱好像比较多。还有什么开心小镇、派对小镇、派对？Free battle 应该是那个东西。谢谢科技米的啾啾你哦。开心小镇跟派对小镇是不是有两个？现在都没了吗？游戏王。以前 FB 我还有玩过那什么枪战，大部分都停止营运。还有那个唯我独尊 FB 版，极客枪战，对对对。可是他到后面就已经是在比那个氪金的力量，我就放弃了。因为大家的那个武器真的是太强，那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武器的问题，就放弃了那个游戏。金钱的力量，枪弹。这题应该是没有，真不用。抓老鼠的游戏，我在国家，我一起就是哦。成熟的大人的游戏本书，你是要刻下去吗？传说对决吗？我真的没有很喜欢传说对决，我觉得他走路走得很慢，很生气。我还是很想要回去玩劲舞团，但是我就是没有电脑，而且劲舞团没有人在玩，所以很寂寞，玩不下去。你们劲舞团可以找我们合作吗？我可以上线陪你们玩哦，因为我真的很无聊。走就走得很慢，真的很慢啊，我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会手游吗？没有。你们不是玩那个什么？名字叫什么？王国？什么东西忘记？王国纪元。哎，你们现在不是玩王国纪元吗？你那个游戏不就是可以跟粉丝一起玩吗？还可以在上面聊天。如果大家可以陪我玩劲舞团该有多好。而且真的是没有人在玩劲舞团，很无聊。自己上线也只能看一下自己，然后长得好像蛮好看的。
们玩的时候也去。点半劲舞团不要找我，我真的是从国小玩到现在，他连换了公司我都还在玩，只是现在就是插在我没有电脑。劲舞团不需要有钱啊，劲舞团你长得丑你也可以玩，就是没有衣服，你技术好就也是可以赢啊。衣服又没有加成，只是看起来比较舒服。有大人的话，你会买电脑吗？我看可不可以去公司的。我会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我会把那个BPM 拉很高，然后把那个弄很难。我要将近一米。公司直接拿一下，你有笔记吗？没有。我现在只有平板，跟着上才能聊天，而且我可以边玩边打字。可恶，不是花钱可以赢的游戏。它还有那个什么配对模式，我跟你讲，配对模式真的是只有我国小的时候才玩得了，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在玩那个模式，因为那个一定要凑满三男三女或是两男两女才有办法进行的模式，所以。我大概几百年没有看过那个模式，估计我是觉得蛮好玩，就说，没有人，你就会在那个房间里面大概待半个小时都没有人会进来，而且进来了可能他等个三分钟他就会走出去。才六个人凑不满，真的，六个人凑不满的现在。现在就是你登进去那个游戏里面，它的伺服器，它好像有十几个伺服器，里面大概有一个伺服器可能有这样，那你进去就会看到一堆那个大家开房间，然后根本没有人。我想说，现在上线的这些人都是在做什么？我就很好奇。他们都没有在玩游戏啊。找你业配要找女生配对也是很难的，不一定好不好嘛，没有女生就玩普通的模式就好了。游戏海猴子也很厉害，还有女生仗啊，对啊，臭你脚啊，就这跟你讲真的是，但是有些真的是要有衣服会比较好看，但有衣服就一定要氪金，而且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不用氪金的衣服都会很多钱。我跟你讲，你新手一进去根本没有那些钱可以买衣服。所以一进去就会发现大家都他都长得一模一样。那个游戏里面真的有比基尼，大家可以少女脚就可以穿了。衣服比一件比一件还贵，永久是很蛮贵的，其实。进去没有啊，进去有衣服就看起来很像睡衣的那种，很，不然就是看起来很丑的 T 恤。有时候玩一玩就会想课，怎么说，那是自己的心情的问题，你看到一个很丑的人在跳舞，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要玩游戏的心情。我拿不到，我已经放弃了肘蹦。他们女小其实都男生一定会有啊，因为我有时候不是说那个什么配对模式吗，就是因为女生很多人但男生凑不起的时候，我就会开男生的账号，我去凑人数，
现在放屁吗？我跟你讲，劲舞团是我人生中氪过最多金的游戏，但他中途倒了一次，所以我那些钱都是打水漂。所以换了新公司之后，他就有一些活动会给你一些点数。所以我姑且新账号我没有氪金，但我以前的那支账号真的是应该花了蛮多钱的。还有多少？应该有到万，在那个游戏上面。当我知道它有可能会倒之后，我就不敢再把钱砸进去，因为看起来它感觉也活不久。时装花到万好像不太没有，因为永久真的其实蛮贵的。玩的是慢慢累积，因为从国小玩到国中什么的，然后他某天他就突然倒了，换公司，账号就没了。好吧。重度沉迷游戏玩家，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真是各个音乐游戏我都有下载。我有读中国有下载，我有读中国有氪金。以前还有劲舞团二，就是劲舞团人气蛮高的时候，出了劲舞团二。劲舞团二好像也有氪金吧，可能氪一点点。然后劲舞团二很快就倒了，再来就是劲舞团就倒了。但我有读真好像还没倒，我有读真好像还没倒。因为我有独尊的公司，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打麻将的那个什么 Gentao 是不是？现在好像还在。玩免费的 OSU， 我也有玩 OSU 啊，就是我就觉得很空虚啊，有没有人一起玩？不是游戏都倒了，所以不敢再出。没有啊，应该也不是，这只是曾经的积蓄突然没了，就会觉得很难过。哎呀，我现在在玩《唯我独尊》的手游版。如果现在我有独尊的电脑还可以玩的话，我觉得我不记得我的账号是什么。希望我还记得。拐转业配成型，手游是现在主流的吧？可是我觉得音乐游戏用手机玩没有很开心。你这样讲感觉是不记得。就是用手玩跟用键盘滑鼠玩不太一样。我就是喜欢那个按键盘上下左右很吵的那种享受。而且你知道，手游的话通常没有办法边玩游戏边打字，它没有办法同步，你只能舍弃一个。机械式键盘，够潮。其实我不知道我以前的是什么颜色，但是我记得蛮潮。他可以回去看那个 Live Me 或是 Showroom， 应该我有在电脑前面直播过的时候，我应该有按过那键盘。请问大家分辨的出来那个是什么键盘？
前面有电脑才需要键盘，对。但是我哪是嘲讽一下，是不会去嘲讽人家，只是就是会想聊天啊，如果真的有话聊的话。一族使人复兴，怕死过几次，请问谁会算那个？妈，我现在应该手指没有那么灵活，应该会像个智障一样。还有应该一堆，还有一堆也是没有人活到现在吧。已经没有人在线上了。如果我有如真跟劲舞团有一天可以复活的话，该有多好！大家现在都不玩那种音乐游戏，真是难过。是不是因为需要技术，需要按上下左右？什么情况啊？方丈不是什么认真的事，就是很废话。晚餐吃什么这样子？哦，我先去个厕所，这种超废的聊天。不要用那么平淡的语气讲到我爱上的话。还是有吧，请大家有电脑的人去下载劲舞团。你上线真的可以发现那个伺服器的。人数少到一个爆炸，以前真的是巅峰的时候，你还要去塞那个很多人的伺服器，因为很多人的地方才有很多房间可以玩，不然你就会看到很多空无一人的房间。那可能六七八，然后塞不进去就得去旁边，然后还要一直在那个主画面在用滑鼠按右键，然后一直点那空点那个已经现在爆满的那个伺服器，然后狂按 Enter， 按到塞进去为止。好几次都在外面跟大家说，现在就是塞久。我们就是要塞进去，我管他，我就是要塞进去。有时候就说哦，我进去了，然后谁还在外面，谁还卡在外面。嗯，不在，每个符都显示爆满，是没有到每个符，但是大概有四个符是满的，就觉得很厉害。就想说现在真的没有人在玩，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找不到厉害的人在线上，那找其他人一起玩这个游戏，通常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人不会很厉害，所以他们也玩不下去，那就一直没有人会玩，因为没有人想要练习，然后又会有种吊打新手的感觉，就没有人会玩啊。就是跟新手差距太大，很多模式。吃完一包，吃完了很好吃。嗯，玩的是回忆。新手玩不下去，就是你选太难吧？是这样子吗？没什么耐心在玩那种游戏，就是没有人会去练那个游戏啊。嗯，大家可能觉得很难吧。以前那种游戏不是都会有那种情侣模式，可以跟就是男生角色、女生角色可以先变情侣，然后买戒指就可以结婚。然后结婚还有什么分等级，要升级。我还记得我以前会去帮我表妹玩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你要从
伴侣变成什么，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要结婚的时候你要有，要一定要玩一个东西，然后要买一个卡还是什么，反正你就要玩那个模式，然后它会有一些规，一些规定嘛，就是这个一定要过你才有办法成功，然后机会只有三次，你失败你就要再重新花钱买一次那个东西，你才有机会可以结婚。然后我以前就是会帮我表妹玩，因为她办不到。她不会玩呢、哦。嗯，我觉得那个好像分那个难的点，好像是 perfect 要连续两个还是三个，然后要乘以几次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都这样。要找那个时间，很努力在找那个点，跟冲装备一样，就有很多那种规定，比如说你升级好像也要，可能十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升级的任务，你才可以升级，十五级可能要过十五级，你才可以升十六级。然后二十什么的就会20、21、22、23、24，每升一级都要过一次那个任务，你才可以继续升级。然后因为他就很常会卡在那个升级的时候，然后就会升不上去，有时候就要帮他玩，帮他过那个升级任务。所以常常有时候玩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就说：“我先去过一下升级任务，因为他现在满等。”封顶是几级？应该是99吧，忘记了。代打，代购申请，没办法嘛，扣不了就得代打。对吧？所以说，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有人陪我玩那个游戏。反正现在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人会玩。上下左右空白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其实我不是很懂。上下左右空白键，还能下载吗？可以吧，可以吧。淑女吗？对，淑我。表妹也没在玩吧？应该没在玩吧？因为重点是就是没有人可以一起玩啊。先找你们业配，我们你就玩啊。请找我业配，谢谢。但连着来就不行，分开来不能。他现在就是他有一个模式，是从一开始，一个上，然后二上下，然后三上下右，四上下左右，五上下左右右这样，六上下左右左右这样，是从一开始，但是。我通常不会从那个玩，我会从六开始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六个键，然后六个键最多到九个键，再上去到12还是12吗？对新手不友善的模式，很喜欢玩那个，没有办法接受玩一般模式，因为要从一开始我就会觉得很无聊。这个键感觉好，就这样很长一串，外挂还很猖狂。妈，我以前也是有跟着外挂玩过，因为他以前怎么说，外挂的功能好像就是玩任务的时候赚那个游戏币，就是不用氪金的钱。赚那个游戏币，然后他就是什么有，他就是有外挂，然后他只是要凑齐人，但你们可以一起赚到那个钱，然后就去进去就是跟人家凑人数，然后就去玩，但是因为也不能挂掉，因为他可能是组队，所以四个人的分数怎么样，还外挂也太可爱，就是因为那个电脑太强，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它就是一个外挂，它会一直有完美，然后大概会连续40次这样子，所以分数会超强，
但因为有很多人不太会玩那个游戏，就是他就是上去就是一个累赘，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累赘，所以他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限制，说你一定要不能 miss 几次这样子，不能中途离开这样子，反正就是有一些规定。反正我以前就是参与了很多那种，对，然后我就有很多那个游戏币的钱，所以我可以买很多不用氪金的衣服。但不用氪金的衣服其实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但是就是可以买。反正我就是那个钱很多，但是用不到，真的用不到。嗯，快速刷游戏币，对。毕业合照，我自己写的信是不是？最后还是要氪金的才好看。对，还是要氪金的才好看。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厉害的人，然后就可以 PK 啊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每天都玩得很紧张，每天玩得很紧张，因为一个 miss 就完蛋这样，因为你不清楚他什么时候会 miss， 就是一个很紧张的游戏。你现在就已经没有那个紧张的部分。困难重重，全神贯注在玩。谢谢十一的云游日本，是不是就会被骂？不会被骂，为什么会被骂？哪个部分？组队的部分吗？根本排不到人的部分。唯一让你感兴趣的游戏，因为那是我擅长的游戏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玩。而且我真的是玩劲舞团，所以我听过很多韩文歌。但我发现我前阵子可能是今年，我今年的某次我有进去过一次劲舞团，然后就发现里面的歌很新耶，就是很台湾的新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有阿贝桑的歌，我想说、哦、阿贝桑的歌为什么连劲舞团都有，就觉得很神奇。但我都不会记歌名，我会记，我有一些我有记起来，就是比较有名的那几首歌我会记起来，劲舞团有名的歌会记起来。劲舞团跟唯舞独尊到底差在哪？为啥你这么爱？你说劲舞团跟唯舞独尊差在哪吗？唯舞独尊有一个社交区，就是它可以走来走去，然后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互动这样子。但劲舞团就是一个没有那种可以 3D， 就是你可以控制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没有那个空间，它就是真的只是玩上下左右。次いで行きま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嗯，好像是吧。唯舞独尊，其实唯舞独尊的模式我没有很擅长，就是那种很像太古达人的那种模式，我没有很擅长，超不会那个。所以要讲的话，我比较擅长劲舞团，只是我有独尊偶尔也会怀念一下。谢谢博翰的告白气球。对，我有独尊的就是有去在他的房间都可以走来走去，然后有个社交区也可以走来走去，然后你想干嘛走去哪都可以走去哪。打击模式不擅长，不是很擅长、欸、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看我玩不太久，玩不久就是会觉得眼睛很痛，很花，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多颜色，然后挤在一起的时候，机台的节奏游戏会想玩吗？不会、欸，因为我觉得在外面感觉厉害的人很多，所以我没有自信在那边先刚开始像个新手一样在那边玩，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还很喜欢到处晃，对，但是没有在玩游戏，我只是在里面到处晃而已，根本没有在玩游戏。谢谢 Marshall 的毛怪抱抱，怎么又有毛怪？呀，
现在玩的感觉都很厉害，所以就感觉大家都很厉害。我突然去尝试，感觉就会很好笑。就是先不要，不要去丢脸，不要去丢脸。你会想参加电竞比赛吗？不会，因为我觉得参加比赛就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很不轻松。我就不喜欢那种要这么认真的东西，我不喜欢那种紧张感。我觉得游戏就是玩玩就好，丢下羞耻心。谢谢闪光星星，就是比赛就会觉得哦，一定要赢的感觉，不是很喜欢。谢谢金毛的啾啾你哦，还会戴手套，感觉装备充足。都很好奇他们是每天都去那边练习，还是他们有练习的方法，就觉得很厉害。因为一开始绝对没办法这么厉害吧，所以一定是有练习。蚂蚁蚂蚁，哼，那种圆形的吗？圆形的那个机台嘛，这样要这样连线，然后打上面的那个，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但它好像已经蛮久了，那个游戏流行蛮久。它开到几点？九点。花圈那个大家都很猛。会去机台玩吗？不会耶，我真的不会上去。很多花在那机台，就是看起来很酷啊。有没有机台？不会，我是一个不会去玩机台的人，我不会出现在机台上，通常不会，我通常是那种关在家里的那种类型，不会去外面玩，外面还会有外人的眼光，我不喜欢那个有外人的眼光。需要机台搬到家里，对啊，我都很希望家里有机台。不是都有那个跳舞的，在路边跳舞的那种机台，我就很希望家里可以有一台，但家里怎么可能有一台？因为就不想要站在那边啊，很就是很不行。连线授权比较麻烦，看你们去玩跳舞的那种，就是要有那个大家一起去。才可能敢做这种事吧，我一个人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其他娃娃机放在家里也是蛮厉害的。公司那台偶像学院丢了吗？好像没有丢，但是他就没有可以已经不能开了吗？就是他好像收起来了，然后没有满分，那个很难满分吧？跳舞机，
种游戏，现在有合作就好了，跟谁合作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有就好，不求是什么？嗯，谢谢爱的玫瑰，台湾却停止营运了。我知道啊，你说偶像学不是吗？很早就结束了。分支就要去跳。以前我家真的很多很多那种游戏，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很会生出一堆，因为我爸我妈以前在那种怎么说游乐场工作嘛，我阿伯也是在游乐场工作，他们几乎都是在同个地方吧。反正就是有时候会生出一些可能是被淘汰掉的东西，他就把它搬回家，就把它搬回家，然后家就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竟然对，就是水果盘，就是那种你有知道那种打麻将的机台吗？我家以前有那个，我记得还有那个这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盘子，然后推来推去的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家里有那个机器。嗯，电动麻将桌，就是那种机台。神来也，那以前好像是我爸拿给我阿嬷玩的一个游戏，因为他可能叫他不要出去打麻将，所以他就叫他在家里打。推盘子的很大台，推盘很大台。记得以前好像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就是有那个东西。然后有一些那种跳舞机的那种店，但不是机器的那种，然后家里也有莫名其妙有很多台电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电脑的主机，萤幕也有很多，键盘也有很多，画术也很多，反正就坏了就换一个，但通常都是二手的，所以不是新的。按键很多排在台子上，电子就是跳舞机，不是有那种九宫格，然后可以就是九宫格，但它可以收起来的那个垫子，就你是踩在上面可以跳。然后国小就是一个在家里玩电玩的小朋友，我没有朋友，我就是跟电玩当朋友。我家以前就是Wii什么的，有很多游戏，有那种可以装，它不是会有枪之类的的一些配件这样子。家里的游戏机台我种类比外面还大，没有，因为我爸跟我阿伯就是那种就很机械的感觉，就是很会弄那些3C， 超烂的，对啊，就是以前Wii不是可以这样玩，也可以这样拿着玩，也可以这样玩。Wii 也有改机，在家玩就饱了，不需要朋友。我记得我以前都玩什么马里奥派对、马里奥赛车，我都是跟电脑玩，我没有朋友，我就是跟电脑玩。吞食天地的机台吗？好，没有。但就是有那种可以这样上下左右的那个摇杆的那种机台。可是我又不玩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年代已经过了。改机的游戏片比较
较便宜。对，通常都会看到他去什么网站，然后这样解压缩这样。格斗游戏用的吧，就是有那个机台啊，可以按，然后这样的那个东西，但我不会玩那个，因为那个就不是我想。因为女生不会没事想要去玩格斗游戏吧？我跟谁格斗？还有那种益智类游戏。就是不知道，我爸感觉就觉得我没有什么，怕我太无聊。就其实我平常就是在电脑前面玩游戏，但是他就是那个一直叫我去客厅玩电动，直接下载《少年光碟》。对，就是没有，他就是很会找那些东西，他就是很会找那些东西，所以以前玩一些游戏。就会跟他说想要玩什么，他就会想办法生出来，他会想办法生出来，很好笑。嗯，而且也很方便的，就是你电脑坏掉，就是找他就好了。电脑坏掉了，是24小时，24小时维修。嗯。男人的梦幻屋，反正客厅总是会有几台电脑倒在那个客厅，坏掉就换，花束坏掉了就换一个。键盘坏了就换一个。谁叫谁到这种服务很好。所以我就说，我以前就是很常遇到我电脑明明坏掉，但我叫我爸来的时候，我的电脑就好了。我大概有经历过这种迹象，大概有十几次。就他明明蓝屏，他现在蓝屏打不开，重新开机，然后再打开，关机开机关机开机，我大概开了4、5次，他就是没有开。然后我就叫我爸，然后他就上来，他按了个开机，然后他就开了。我就说，我刚刚已经开过很多次，它就是没有打开，为什么你按它就会开？我现在没有电脑，对，我现在没有电脑，因为我后来高中就是住在我妈家，就没有那么常叫我爸，所以就是没有人修电脑，所以就没有电脑就坏了，就电脑就再也没有想要修的意思，就是直接烂掉，就那个电脑就不知道去哪。电脑就是这样的东西，3不5时就宕机。电脑都怕工程师，消耗品没办法。很厉害，我以前就是电脑坏掉，他就会叫我去换一台主机。我想说，你叫我换一台主机，我又没有装过主机，我怎么知道怎么装？反正我就是把电脑拆掉了嘛，就是换了一台上来。然后就想说要装啊，就是装。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通常应该装不上去吧，第一次的话，但就装上去了，就觉得很神奇。哦，竟然装得上去。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后面那么多条线，我最好是会装，然后反正就这样插一插，插一插就。就成功了。那我就是天才，自己装很厉害。但是荧幕不是有很多个插，就是插在那个荧幕上面，然后要转那个螺丝。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么这条线最好是记得起来，然后就在那边记。应该是这一条蓝色的线，这个是。绿色的线，这个应该是插在这个地方。嗯，有一个3个洞的是插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这样记。好，我现在拔掉，然后我到时候就要找那个线。这个好像刚刚是插在这边，然后这样插上去。这个地方，应该是插在这边，就插上去。反正插得上去就插上去。
嗯，有装正确就可以开机。对，三，按开机键，有没有开？嗯，现在十一的告白气球，工程师吗？我不知道，可能我也看习惯了。的工程师，但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办得到，但是我就是想说，有的人可能没办法，就是连接电视线都有困难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就想说，不就是线拔下来再插回去的问题，怎么会办不到？就明明只有两条线，但是就是插不到那个对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很神奇。嗯。姻缘线，我是觉得还好，只是就是有的线很多条，就会觉得很烦。谢谢 Dima 的救救你，然后他就会这样缠在一起，就会很不开心。全部接一遍就对了。对啊，比如说换个键盘跟滑鼠都有障碍，我就觉得，啊不就 USB 插进去，我就会觉得很酷啊，怎么会插不进去？嗯。从来没有都很怕弄坏电脑，就是我觉得 USB 是最简单的插头了。 USB 接好你不就上下这样子寻找一下。小时候用的滑鼠是底下有一颗球，我有用过底下是一颗球，都要插上三次，插三次有中就蛮正常的。因为 Type C 不用管了。有时候拆了也没反应，有时候就是上面的键没有开之类的。帮刘晓晴修一下电脑，他的电脑不是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他那个笔记型电脑不是已经盖不太起来了吗？我记得他好像蓬蓬的，然后看起来很像要爆炸的笔记型电脑，就觉得他要不要换一台新的。哼，还要拿出来插。对，有时候那个插上去还要设定一些有的没的，就觉得蓬蓬的是电磁膨胀吗？对，看起来是电磁膨胀，是它好像盖起来它不会是合的状态，它盖起来会有点突突的。然后我就想说，它这个电笔电应该差不多要爆炸了。嗯，因为我就想说，笔电不是会可以这样完整的盖起来，但它就是会有个缝，会不会爆炸？反正我就觉得他的笔电看起来差不多，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他死都不换，那这种3C 产品本来就不是说想换就会换，因为也是一笔钱，还是会犹豫嘛，你就会舍不得，然后换了又要把那个档案又要转来转去，就很麻烦。不然就是要直接全部格式化，就会觉得很，因为要转档案又要用一些东西。嗯，不然就直接格式化，直接全新的直接用就好。嗯，他在等开不了机的那一天，该买就买，该买就买。就是你知道，没有人觉得该买就买啊，就是觉得哦，他还能用，他还可以再撑一下下，然后你就会这样一直相信他，然后发现他意外的撑了很久。直接把它硬碟就好了。可是有些笔电也不是说你拆就会拆啊。嗯，通常人家不会想要去拆那个嘛，就拿螺丝起子这样把就拆开来。通常不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除了我爸，就是那种会再利用的人。通常大家不会去拆那个东西。这电脑坏了就换一台电脑。不会像我爸那边把那个东西拆下来，换一个东西上去，这样装上去，然后就可以继续用这样子。
还是要有一点知识的人才可以这样在那边。哦，这个应该是这边坏了，那他就把这条线这样换掉，这样子。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些知识，所以办不到。我根本不知道哪边坏掉。嗯，知道他哪边坏？对啊，他会知道，应该是这个东西坏，还是什么风扇太脏，这个地方烧掉了，这样什么哪边，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通常以前就是有人会就丢给他，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没有去看，没有去看他怎么修的。但我以前就觉得很神奇，他会拿着一个神奇的东西跟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那边烧，然后会冒烟，然后就想说看起来很可怕，然后就会在那边接，那个好像是在接什么东西来着，接什么东西，就是铁丝跟一个很烫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弄，看起来很可怕。就我都在想，我如果去摸那个，我的手会不会烂掉？就是我每次都在旁边这样看，那个看起来不能摸，就是因为看起来很烫。对，太烫了，因为那边很烫，它就会放在一个架子上面，因为会冒烟，就看起来很烫。真的是专业的，那很烫，因为看起来很烫啊，所以我没有去摸过，就是看起来很烫。嗯，好听，应该是哦，就是那个，其实它会有一个绿色的板子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会在那边这样弄，对，我也看不懂啊，所以我就是觉得那个机器很酷，就是那个东西很酷。就是很酷啊，那个东西啊。有时候会看到他在修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就很好奇那个铁丝是在干嘛，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两个东西，然后在那边我不知道他接什么，因为看不到，看不到，我只知道那个东西一直在冒烟，看起来很烫，应该是个狠角色。随便用一用就好了，工程师的工具，对。嘛，他就很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电表在量，有啊，那个红灰色的，然后上面有红色的什么，就可以这样转，然后红色的线，然后黑色的线，就有两条线还是什么东西，好像在那边。然后那个我就很好奇，那个转到哪里是怎样，就是看不太懂，反正就看起来好像可以转。我也看不太懂。我都很好奇那个那两根的前面的那个前端碰到会不会怎么样，但还好我小时候没有很皮，就不会去摸那些东西，就是看起来我想说会不会被电到。会不会被电到那个东西，因为它会这样弄啊，就很像在量什么电，就是电池的时候还是什么，它就会在那边这样测，不知道他在测什么，就是会这样测。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如果我手去摸它会怎么样？可能在量它那个现在是多少的。反正是他会去压那个，对，应该是测点啊，就是压那个正负，然后这样，或者直接两个捧起来。刚刚被那个声音吓到，可能会被电到。就是以前我的一些知识都是从我爸那边来，因为他就是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碰线可能还比较危险，看你要测什么就转那种。对，他说，我就说我看不懂那个上面的那些数字还是什么，不知道，看不懂。但我爸也是蛮厉害，他都把那个东西大拉拉的放在客厅的某个桌上，他都不怕我拿点手贱去那边，在那边抽一个什么，把某个东西拿出来，他就是放在那边。有时候经过就会好奇，谢谢吉米，真的带你去流浪，让我看一下。
这样，就是他之前有一个滑鼠，他有一个滑鼠，然后他中间是凹进去，然后上面可以用那个触控笔写字，然后就想说这个滑鼠的用处到底是在哪里？谁会想要在滑鼠上面可以写字啊？太懒得碰。蛮应该就是他也没有通电，他都是电源都关起来。少了什么是他的乐趣？如果我去念宜兰高工就会懂，但宜兰高工都是男生，而且他也不一定是都是电器吧。他俩都不会教你，他可能有教过我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但那种莫名其妙只能在那边接那个，不会教我吧，不会用不到，用不到吧。抓都是抓那种，我不记得我有抓过什么抓，应该没有抓过，是不会选这颗吧，因为这个看起来就很难，我才不想选。因为那些机械看起来就是有超多种类，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想到学就是不想死都不要。就直接往电子发展吧，对吧？很有吸引力，真的很难，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他说以前他们学校会要写程式嘛，他都会炫耀说他以前就是从零写到有，就是那个黑色的地方，然后打一堆英文，打一堆什么东东，然后就会变成什么东东什么东。反正我以前听过我阿伯跟我爸什么，反正他们就很喜欢炫耀说，哦，我以前都会写那个东西，然后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哦，是哦。我不知道啊，现在又用不到，现在又用不到，因为有时候哪边坏掉，他就会打开那个程式嘛，然后就想这串英文到底是在写什么，变成工作就不好玩。反正他就说我以前很会写这个东西，嗯，我不知道，嗯。啊、他们就会说以前他们都是考那些东西。程式码是英文双重困难，对啊，因为他都会打一些很神奇的英文，然后就想说什么东西，因为就是有时候要修东西，他就打开一些神奇的设定，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他就会打开一堆很多地方，然后打一些奇怪的英文单字这样子，嗯，这样打，然后在网页上面打一个奇怪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进去什么很像后台的某个地方，然后就想说这是什么神奇的代码，这是什么网站，然后他就突然点进去，然后打一些奇怪的密码，然后就会开始弄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就现在是在进行哪个部分，就是我可能只是网络坏掉或是哪边坏掉，他就会这样伸出很多奇怪的网站，然后我想说还是要这个网域什么的，这样对，你家现在的WiFi 什么的暗网吧，怕的是骇客吧，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密码是哪里伸来的，他会伸进去你的那个 WiFi 那个数据集，你的主机，你现在的那个是进去哪里，因为他有时候比如说他没有空，就我后来在我妈家，所以就没有住在一起。我就说电脑坏掉，她说你就打开那个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什么什么打进去，什么什么什么打进去，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吗？这对吗？永远找不到她的那个，那个地方在哪里？设定 IP， 类似那种东西。我想去问怎么写程式吗？程式吗？不会想学吧？我又没有想要做出一个程式，我不会想要做出一个程式啊！你说我要做个游戏吗？请说中文。对，他就会说，你就在那个网站打这个网站，然后点进去之后，它应该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再输入个什么东东，然后在那个什么地方点了一个什么，然后就啊，不知道，办不到。他现在跟我说不行，他现在进不去，现在是问号，连不上，连不上。他会
不会酸你不是念自助的吗？不会、欸，因为我就是国中的时候跟他比较有交集、啊，高中就比较没有。应该说他也不知道我高中在学这种东东吧，哼，根本是一个世界。然后我后来就会觉得电脑坏掉是件麻烦的事情，我就放弃了。电脑都用远端操作，有修好过吗？后来就是他还是得来啊，因为我就是搞不太懂。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要找他来很麻烦，就想说放弃了。然后到后面就是直接烂掉那台电脑，算了算了，反正应该也没有要用到电脑。就是我跟我妈就想说，算了啦，电脑就算了啦，反正你也用不到，我也用不到，那就没关系，没有应该也不会怎么样。都不懂，我都放弃。在主机旁边拍两下，拍拍我也会啊，我以前也会拍。叫你去扫毒完再扫一下，有啊，他都会帮我装那种可以扫毒。那台电脑还没有丢吗？应该丢了吧？现在电脑扔了，我应该是不在我家。嗯，反正我现在宜兰家是真没有电脑，我妈的房间没有电脑，应该是直出，是的，没错。拍旁拍两下什么用都不会用，有时候真的会有用啊，就那样敲敲，然后开机它就真的可以打开，反正有时候可能是错觉，反正它就会打开。拍两下的角度才是对的，跟你讲都会有人拍一拍，拍一拍就会好，就是可能就是嘛还没有很严重，有时候就是拍几下它都不会好。而且我以前就是电脑儿童，我的电脑在我家24小时都不会关，24小时都不会关。然后以前国小有一些电脑课，就电脑课有时候会认真上课，但我不记得他认真上课了几次，反正我记得每次都在玩游戏。然后他就说什么电脑一定要什么开机关机，我就觉得很麻烦。我就想说我的电脑大概开了半年都没有关机，它也没有事发生，我就想说那应该没有关系，开整天我的电脑不会关的。我的电脑都不会没在关的，你知道吗？没在关的，甚至连萤幕都不会关。有萤幕会有那种几分钟后它就会暗掉，问题是电费吧，其实也还好。我跟你讲，我家全家的电脑都没有在关机。我跟你讲，我全家我阿伯的电脑也是24小时开着，我爸的也是24小时开着，他就是无时刻都在待机，就滑鼠动一动他就开了，就是这样，荧幕就会开。你就发现他们的电脑永远都是荧幕是开的，然后就是按一下键盘它就会打开。所以我也是，我的就是常常萤幕会有那个图案在这样上面，这样晃，可是它就是待机啊，就这样晃来晃去，花式晃一下它就会亮这样子。他们是骇客不一样，就是没有在关机，所以我从小就是没有在关机。因为我爸不关啊，我也不想，我也不会关、啊，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开关很麻烦，所以我不会关。萤幕保护才是。对，有那种泡泡的，跟那种 window 这样的那个东西，会在上面跑。保护城市，有时候可以看那个看很久，好久没看到萤幕保护城市。我还记得我就是我的电脑还活在 Windows XP 的世界，我电脑还活在 XP 的世界。我七勉强可以用，但是十我就不会了，我十超不会用十的，想说十怎么用，我不会用。到现在就是我印象中我还是对 XP 比较熟悉。反正我过年到高中的时候，我都还撑
死撑在差评，你知道吗？高中的时候死撑在差评，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高职的文书什么机盖什么，所有系统都要你用 Windows 7，然后我就想说啊，就不会用 Windows 7，因为就是装了就没办法用，因为它就是不支援差评，就不让我用。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家的电脑下载不了，下载不了那个程式。他说：“那你可以在学校的电脑用。”所以我以前做作业，我都要中午午休的时候去电脑教室做作业，因为我家里不能用。我家里不能用 Windows 7，所以文书用不了 ，Excel 用不了 ，Word 用不了 ，PPT 用不了，什么都用不了。那个中英快打也用不了，什么都装不了，什么都装不了，所以就是我家以前的那个XP就是没有任何功用，那个电脑是摆在那边摆好看的，而且开机还不一定打得开，然后就想说。DQC 怎么搞？我就是在学校啊，只能在学校用啊，我只能在学校练习啊，所以我 Windows 7的时候就真的只有在学校。那自己带自己的，你说笔电吗？其实没有什么人带笔电学校，我们学校可能用功的人不多。金属团偶尔可以开，但是就会 WiFi 很差，会死机，跳到一半会突然。飞走，对，你就是这样玩到一半啊，卡住，然后你就会看到隔壁的人会飞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是被干扰吧，就可能是我的错，但是他会飞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会很常玩到一半会发现有人死掉，玩到一半他会卡住哦，他会卡住，然后想说，该不会又是我的问题？这好像可能我因为我慢了，我的速度慢了。然后可能牵扯到，因为他要跟我在同个速度，然后你就发现我常常会跳一跳，发现三个人的动作，那两个人是一样，我的动作可能会快人家一个，然后慢人家一个，然后就会开始落掉，就会那个速度会落掉，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 freestyle， 他在跳他的，我就。后来就有点受不太了这样玩金属团，我就放弃了那个游戏。我只觉得每次进去玩，那个这些旁边不认识的陌生人都会被干扰，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就会宕机啊，然后想说，对，绝对是我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但它几率不一定每一次都会，但是通常都会，而且通常都是因为我开始慢了，人家就会开始被我干扰，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那个画面就是很荒谬，那个画面就很荒谬。我现在真的落人家一拍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这样按上下左右，然后不是要按空白键吗？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球直接过去了，但你没有 miss， 就它直接掠过了一个。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下一个要按空白键的时候。我就还停在上一个，但是就是我刚刚应该要 miss 的时候却过去了，然后就想说啊，这个是要宕机的开始。对，差不多了，你就会发现跳到一半有人受不了，他就会跳出去，就那个 auto 加 F4 就关掉这个游戏，你就会看到有人的名字还留着，但他的人已经消失在里面，就是他会跳到一半他会消失。然后就会，因为这假如说房间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卡住了。有时候就是，假如说我们凑齐了六个人，大家按准备开始，噔噔，它会有一个那个，就是 loading 的画面，它会卡有一个那个画面，噔噔，然后它就会正常的话在噔噔两个声音，它就会。进去那个游戏画面，但有时候它会卡在那边大概五次，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想说，怎么这么久？噔噔，然后大概等它可能有个
10-20秒，就是停在那个 loading 的画面，停20秒，然后终于进去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三个人会飞走，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然后就会有人开始打字说，刚刚怎么卡很久，但哎刚刚卡很久什么，就是很多人写，就会开始打字嘛，就会聊天，哎刚刚怎么卡这么久，哎他怎么不见了，他去哪了，哎他怎么不见了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问，说他为什么不见了，然后就会。开始联络啊，说请问，哎，你怎么了？他说哦，刚刚跳掉了，刚跑掉了那样子。我想说，嗯，哦，嗯，那要不要重开？要不要重开？我也跳掉，然后就大家就全部都跳掉，然后再重新回去那个伺服器，重新再开一个房间，重新再开新的一局。以前很常做这种事情。卡那么久，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会撑进去哦，撑到进去。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应该是飞走的那些人的问题，因为他就不见了嘛。我就是撑到进去，所以他就会飞走，很多人就会飞走。所以我就说我以前的电脑真是跑的世界有点慢，我都会跟我爸讲说，就每次玩劲舞团都没有办法。就会卡卡，然后会慢人家一拍，就那个网络很慢，但终究就是没有成功过。那个可能是我家的网络也有问题吧，反正就是那个电脑就是要坏不坏。我就发现我家的电脑可能已经不适合玩劲舞团了，就放去。妈。但后来有换成 Windows 7，但 Windows 7的 Word 还是不能用，因为 Word 什么的还是要买那个东西啊。你不能说为了玩游戏啊，为什么不能？我爸又不会说什么，我爸就是没有差，他又不是那种玩什么游戏，就是他就是一个哦，你要玩游戏哦，好啊的那种，要玩游戏哦，好，那就。还是你要改这个什么东东，你要换个什么地方的，那个什么主机板怎么样这样的。他说哦，你要玩什么游戏这样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好羡慕哦，就没有人会阻止我玩游戏啊，我家了，我家没有人会阻止我玩游戏。那我换新电脑吗？有换，但是就是撑不久，那个电脑就是撑不久。帮我改，但就是其实我的那些电脑都不是什么高规格啊，就真的只是拿还能用的零件来凑着用，就是都是二手的，所以它不是全新，就也没有到跑很快，它就是把一些东西组在一起。就是加减看可以用多久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会很想要整台换新的，因为你就会发现你整台主机的零件都是一些就是零旧这样零星凑一凑这样凑一凑，然后可能这个已经本来就坏掉了，然后它好不容易修好，就是都是那种随时它可能就会坏掉的东西。有时候会想要用全新的，对，有时候会想要用全新的。再加上我的那个电脑萤幕有时候就是某个地方好像坏了，就压坏了，就是它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液晶那个萤幕已经有点坏掉，就这个地方显示不出来，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因为要换又很麻烦，就算加紧了。不是换新的，是换里面的零件。我的电脑一直都不是直接换新的，从国小就是哦，萤幕坏了，那你就随便去拿一台那个二手的装看看，可以用就继续用，不能用就再换一台。就是我以前就是这样，萤幕坏了，然后他就那里去搬一台，然后就去搬了一台，然后装上去之后说，哎，打不开。他说那你再去换另外一台，然后就要再把这台萤幕拆掉，然后再去换一台萤幕上来，然后测试它能不能用。拼装的，是拼装的，没错。那修的不划算。
反正它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收回来的机器，收回来的零件，库存很多自己买，对对对，中古组件，对，很多中古组件，太勤劳。都回收厂找嘛，对啊，就是有很多，没办法，这就是省钱的做法，省钱的做法。对啊，所以常常会有那种很多键盘在里面，就是有几个是坏的，但是他就会叫你说，你就试试看看，可以用就可以用，可以用，所以就一直在那边换东西，然后我就要一直在那边爬，从来回来回来回，然后就一直装装到它可以为止。能用就行，很显很显吧。九点了，显卡怎么样？什么升级也是自己测到跑得动就怎么用。显卡就看它怎么样啊，它如果。他如果想修，他就会修。自己开自己玩。敢去查寝，不敢就没得因为他会叫我去啊，因为他没空啊，他没空弄弄我的电脑的时候，就会叫你先你先自己去装看看啊，如果真的不行，他再帮我弄。先早点睡，好的好的，晚上精神都比较好，真的。今天到几点？到九点，我已经超过了九点半。今天的第十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花生，我的肝要生气了，真的是要生气了，我怕他哪天抗议。第九名是丁卯，谢谢丁卯。第八名是卡比兽，谢谢卡比兽。第七名是柯基鱼，谢谢柯基鱼。第六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他那个人来说真的很难呢。第五名是数字家，谢谢数字家。第四名是十一，谢谢十一，谢谢十一。第三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二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一名是 Marshall， 谢谢 Marshall。 嗨，感谢大家。说一下，希望会早点睡，好吗？感谢大家。早点睡，谢谢大家。请大家记得去购买生写真，购买生写真，谢谢。思密，晚安呢，拜拜拜拜，拜拜。